好的歌曲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但你的肝脏经得起岁月的磨练吗？曲式保肝灵芝，也选百分百破壁的纯正日本灵芝，以及风行美国的保肝奶蓟草成分，双重保养，活力加倍，是护卫肝脏的金钟罩。曲式保肝灵芝，挺你的健康，保你的肝。防癌极品曲式无色灵芝同时全新上市。好，今年的新人王决赛当中，不少选手的伴舞或者伴奏呢，都是今年新人王比赛当中被刷掉的。他们选手回来助阵，不仅是要来加油，更重要的就是要抱着学习以及观摩的心态，明年卷土再来。酷妹养羊搭上于田热血的吉他伴奏，唱出抒情摇滚。化身邦 Jovi 的 Billy 配上身旁两位女郎，带来火辣演出。Bowen 和 Haley 上演甜蜜小情侣，演唱情歌，这些都是找来已经被淘汰的参赛者回来助阵，为比赛加分。我感觉 Billy 的 performance 很强，他是很 powerful 的 singer， 我只是很满意今天的 performance。可以参与这个 final 这一部分，就是好像还和大家在一起一路走过来一样的。不仅台上有熟悉的脸孔，许多曾经参与初赛、复赛的选手也到场为昔日战友加油打气。有人甚至还远从旧金山、纽约来到洛杉矶观赏决赛。从三番过来就看决赛那样，因为大家一起并肩作战过，我蛮想第一时间知道结果。每场下来都非常非常感动，因为我看他们在台上发光发热，然后就是眼睛之中闪闪发光，就是好感觉看得到他们的未来。今天这输赢真的不重要。精彩的比赛落幕，选手们抱成一团，给予肯定和鼓励。新人王的参赛者彼此不是劲敌的关系，反而透过比赛互相切磋学习舞台经验，呈现出破表的演出。大家为了追求歌唱梦想，都相约明年再重回舞台。以上是东森新闻林敏晶、叶宏志、殷宏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